你真的认识你自己吗？你知道自己喜欢什么，不喜欢什么吗？大家好，我是人类图画馆馆长悠悠。学习人类图至今12年时间，它对我而言是一门非常迷人的学问。很多人会问我，人类图是什么？学习人类图到底可以带给我们生命什么样的好处？简单说，人类图就很像是一份人生使用说明书。透过里面的介绍，你知道原来你天生就具备有什么样的天赋，你可以如何使用它，让你的生命可以去到你自己想要去的方向。透过知道你是谁，你不是谁，你会更清楚知道真实自我的轮廓是什么样子的。当你开始知道什么是非自己，什么是真实的你自己，褪去家庭、教育及社会对你的制约，你就可以知道你要如何成为你生而为人本来就应该成为的那个样子。所以这堂课除了阐述最基本的知识之外，我们更想要透过各种生活的案例，更贴近于每一个人生活里头会发生的事情去省思你自己，而让人类图它对你来说不只是一个学问。透过了解你自己，你会更清楚知道你的设计要如何运作，并且运用你的天赋协助你完成你独一无二属于你个人的人生使命。邀请你一起踏入这趟人类图实验之旅，从认识自己开始，享受可能截然不同的人生。